大黄山是什么？说是世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，说白了就是把皖南的黄山、安庆、池州、仙城四个市共享大黄山这个超级 IP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第一问，在评语上，佛教名山九华山怎么办？道教名山齐云山怎么办？天柱山怎么办？我的安庆怎么办？池州怎么办？仙城怎么办？鸡西怎么办？第二问，品类上，新安江、秋浦河、太平湖、花亭湖、生津湖怎么办？我的徽派建筑，成都理学、新安医学、新安画派、徽剧、徽菜、徽墨、徽茶怎么办？第三问，品牌上，大黄山品牌怎么定位？大黄山的 logo 怎么设计？大黄山的广告口号你会怎么写？大黄山有品牌性格吗？大黄山有品牌故事吗？大黄山有灵魂吗？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还是山。大黄山你去也不去，它都在那里。大徽州如果再不加以宣传，那就只能在梦里了。我想能不能这么办，把大黄山改成大徽州。